One day,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t 8, the first time that we made in the city of stars, you sell a right apart and I wonder how it could go to spill. Now I nearly kiss more than anyone else, but just a minute later we became further apart. Expect you to start like I'm never gonna see you again, cause I know all this made you overwhelmed.刘言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妹妹是不是也在？你们姐妹俩现在应该都在学校里。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我都跟我妹说了，你知道的。我妹可没有我善良，你还要去见她吗？好好录节目吧，走。 住了吗？别回头！你知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多危险？你明知道自己过敏还敢这样，要是……我不是批评你，我的意思是。 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还有一场考试。那我等你。不用，娇姐会送我的。哎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走神。我好像。 喜欢陆轩，拜托，明天你就要参加媒体见面会了。我们连穿什么服装都还没敲定呢，现在你跟我说，啊，自己好像重新喜欢上了小时候的暗恋对象？不会吧？怎么时隔6年，又踏进了同一片阴沟啊？所以，他是生气了？当然了，你那么凶的跟人家说话，人家能不生气吗？我只是当时着急。 你这着急也不行啊！你要是真的喜欢，不如直接去问他。为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他表过一次白了，要是再被拒绝，丢死人了！咱们合约还没到期，到时候还要跟他同处一室，我好尴尬。哎，CP 文，什么是 CP 文？那娇姐给我发的，你看看，这里面啊都是你们粉丝写的，其中有一篇写的就是你惹他生气了，然后凭借三大准则成功追妻。 你一天到晚就看这么无聊的东西，你可别提 CP 文了，你知道我昨天有多社死吗？哎呦，跟你说，现在这粉丝可有才了。我给你看我前两天看的那个啊，那这里面写的就是你们合约情侣，然后先婚后爱，这个女主就不确定男主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，于是决定试探他。是。 你得知道陆巡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，真的有意思你才去问呀。告白这种事情呢，就像打架，你得打中了才喊招式，先喊的绝对打不赢。有道理啊，怎么事？林小姐正在亲手为陆先生准备晚餐，优雅贤惠。你干嘛呢？做饭啊。你？嗯。 为了制造亲密接触，林小姐故意说：“我没有皮筋，你帮我弄下头发吧。”哼。
陆先生用手轻轻地捏住林小姐的头发，两个人靠得很近。谁都不敢乱动，生怕一动就暴露了自己过快的心跳。林小姐知道，陆先生会一直这样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因为没有人希望这一刻结束。我有。第一，就是要准备好所有女孩子用的东西，显示你的贴心。你自己吃吧。林小姐故意将自己性感的睡衣混入了陆先生的衣服中。性感。陆总，你的衣服收好了。陆先生发现林小姐的睡衣，脸红心跳。我弄坏的吗？陆先生推开房门，找到了害羞的林小姐。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我衣服好像找不到了，是不是混在这里了？第二，今天千万不要犯错误，会让女朋友看你更加不顺眼。没有啊，完全没看到啊。啊？奇怪，会去哪儿了呢？林小姐故意试着礼服。你做好了吗？嗯。第三点最简单，就是千万要顺着他，不要唱反调。这个呢？好看，好看。林小姐穿着性感的裙子，陆先生有些吃醋，但他只能装作不在意，让林小姐加一件外套。你这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？有点什么呀？记住，一定要顺着他。好看。你和0晚3次才能闺蜜吗？不好意思大家，我不方便回应。刘源今天有问你关于身份的问题吗？没有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节目的真情侣刘源刘默双流夫妇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岩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默。别忘了，好的，多笑。那今天我们的双流夫妇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，也是想让各位粉丝朋友们昨天晚上近距离的见到他们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双流夫妇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节目的另外一对真情侣，他们是
丁婉、陆琪、林陆夫妇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婉。等等，刘岩老师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们可以。我就一个问题。住了吗？别回头！啊，我刚看到你发的消息。9点钟吧，这个时间比较合适。啊啊，对对对。觉得平静的最渺小的梦，无意间透过窗照进我生活，你从来不说，我也没提起过，那光是你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的世界变朦胧，一边进一边退，一边踩着你感受，你终究不懂，没来由的情绪被你掌控。我想说，会不会在意在你在意我的感受，会不会在夜深时候让我在你心上走走，不敢想的太多，究竟你是否喜欢我，会不会你也偶尔抱着手机等我，分享的音乐也会不经意的关于我，说的太多，也是你。